之，我们就开始跑吧。会不会跑完一天跑完我不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尽量跑不完就再看看。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Mochiko-san, New Game。要不要看 OP？ 要。啊，知ってる？你知道吗？山に向かう途中にボロボロの館あるでしょ？在某个地方破烂的洋馆里面。その館からすすり泣くような声が。就好像在那里面会听到某个声音。哦，这应该女主角吧 ，Yui 啊 ，Sonano。どうせ啊，猫の聞こえがなんかでしょ？什么嘛？那种东西啊，我看八成应该是猫叫声吧。Demo， 但是啊，据说是有人的哭声哦。啊，据说在那之前谁都没有住呢。可是昨天一定有听到声音。きっとお化けだよ，一定是妖怪啦。お化け？啊喂，他应该不恐怖，看他脸色超平淡的哈，他应该是超冷静哈。哦，お化け。ほら。Hanako san とか啊，比如说像是花子之类的作福灵啊，一定啊，那边有住在那边的妖怪啦。バカバカしい，笨死了。お化けなんか存在しないのよ。そんなの信じてるだ、まだまだ子供ね。笨蛋，怪物那种东西，妖怪才没有呢，会信那种东西？果然你还是个小孩呢。Haruka、そういうならお前が下辺で来いよ。香岛。你这么说啊，香岛应该是哈鲁卡吧？哎，不对，哈鲁卡是春香，香岛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反正你这么说，你就去调查吧。なんで私が調べなさいやけないのよ？为什么我一定要去调查？だってお前はお化けだと信じてないで怖くもないだろ？因为啊，你既不信怪物，你也不怕，不是吗？だったら，那你就去调查看看啊。奇怪，很奇怪，我不信又代表我一定要去调查。我觉得吃氰酸钾不会死，也不代表我一定要吃氰酸钾。你这是什么狗屁歪理？尤伊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被他说服了。そうだよね，对嘛？尤伊ちゃんを確かめてくれてたら、私たちも安心して来るよね。对对对，啊，如果尤伊ちゃん去确认一下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放心了。放心个屁！你又不住那个馆，我们要不要去游？有干你屁事啊，阿健。完了，又被说服了。Demo， 可是我今天是负责值日生啊，在结束之前啊，我还要回家，就是在实现前要回家呢。不回家就啊，好啊，那我帮你做值日生。大概来呢，我那该好，你去吧。那以后每次用这个借口就好了。其实我就回家啦。我就跟他说我回家，我去过，没事就好了。你为什么要真的去呢？嗯，好。就交给我们吧，我们帮你做值日生啊！就明天就好好等你的报告啦。なんでそんなのよ？为什么嘛？嘛，ちょっと啊，ミニデコ買ればいいか。好了，我去看看就回家好了，反正又不用仔细调查就好了。啊，そして就这样，ユイ就去了那个破旧的房子。为什么？你要不要乖乖听话呢？放学后。为什么要乖乖听话呢？啊、哦，出现了。なるほど、人気はあるわね。果然有点气愤了。嗯，啊，也因此这样，大家会怕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嘛。哎，なんか聞こえか？听到什么了吗？帰りたいよ，好想回家。好想，嗯，对了，干脆就回家，跟大家说是错觉吧。但是如果撒这种谎，一定会被发现的。而且为了让大家放心，还是得找到这个声音的真面目才行。你为什么那么认真？你为什么要那么认真？是我就回去了，你为什么那么认真说服你的同学呢？你看，你根本不是政客的料啊！真是太大意了，居然没有上锁。好，那我就稍微随便调查一下就回去了。你超级听话。真不愧是个没人住的房子呢，而且脏脏破破的。虽然应该要拖鞋啊，不过地板这样子拖鞋搞不好很危险。この家の人は悪いけど、そのまま上からも出ようと。啊，虽然对这家人不好意思，还是直接踩上去吧。急不急？顾总到这种地方还没想到拖鞋啊？
あれはなんかしら？那是什么？诶，怎么好像是说明书一样东西放在这里？读读看吧。看哦，操作说明。哦，F1 可以变更设置啊，这都一样啦。这样这种游戏大家不会差的。哦，Shift 变成慢慢移动，A 是自动对话模式，Q 是履历，S 是可以哦，可以 skip。F1 是调整，F12 是重新。OK。独掌的注意事项哦，根据你的电脑，有可能独掌会不小心宕机啊，那重开就好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OK，OK，OK。啊，笑得好天真哦，JS 女子小学生，妈太酷啊，真是的，小学生就是懂的，就是够塞，小学生 JS，但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。看他笑得那么开心啊，有了卡西玛哦，卡西玛幼语小学三年级啊，这是啊。虽然看起来很好强啊，又有责任感，其实他很怕啊，所以其实他很怕吗？好吧，其实他很怕。卡西玛尤伊，江岛尤伊啊，小学三年级，村村起打，害羞的小学生，很好，棒，笑得这么开心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笑容破坏的，哼，没事。哦，所以他是 shoot 反而走得慢，嗯。哪里啊？嘞，可爱哟！那什么，好可怕！别尊哦，或你先给你探索什么秀？嗯嗯，先去调查别的吧。咦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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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您给我讲哪？我都得看哪里的哟！真是的，只是个人偶，不要吓我嘛！啊，吓屁，吓屁，就人偶呗。啊，卫兵有一个什么卡塔狗像的人偶，大象吗？有很多老旧的书啊，没什么派得上用场的。方角是什么啊？三角，方角就是一个地点以水平面上为基准方位，比如说现在有东西南北啊，使用磁针就可以知道了。北边是以为基准的南东西，还有北东南南西。英文来讲，北是南 （south east） 还 south east west。啊，中国来讲，干完了，哇西啊，哇西啊！啊，方角是叫十二支跟四神，北边是老鼠，东边是卯是牛啊，不是兔子，南边是牛，然后西边是偷里鸡，而五马是马，本来是五马。四神的话，北玄武，东青龙，南朱雀，西白虎，老牛在中间。顺道一提。啊，北东叫做鬼门，利用风水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看到这种东西就觉得一定等一下解谜会用到了。那、啊、我为什么玩一个解谜游戏，我还要学那房的地板颜色不一样？但不过说到这个方角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这之前那部电影叫《寻龙诀》。对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部电影《寻龙诀》，我想到那个东西很好笑。那有人看来就会觉得好笑，就是他有一些谜题也是用八卦去解的。他有一段就是说，他们有一个很多很多条路要去走，然后走错路，你就会因为点上磨磷粉，你就会起火，就会被烧死。然后主角就要那个八卦去解啊。我就想说，干那么辛苦干嘛？你就每一块地轻轻踩一下就好了，起火小火就赶快扑灭，然后再踩回来换一条啊。啊，每一条路 A 边不就过了吗？对不对？又那么辛苦，根本智障、啊。地板颜色不同，我也知道，还要你讲。啊，有很高的书啊，在意的书，可是拿不到哦，所以等一下要拿东西来拿这本书。OK， 有木箱，没有什么在意的东西。OK， 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他要去看啊，我跟他去看的啊。啊，冰箱啊，没有电啊，所以不能动。电子微波炉啊，电器的东西都不能用哦。有石器，它应该比较实际。那边解屁呀、啊！调味料，瓦斯炉啊，可是瓦斯好像不能用啊。有水槽，不是啊？你不觉得很多其实现实的谜题都可以用解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啊，什么嘛？啊，只是一个南瓜灯嘛。哦，吓我。Hello，南瓜灯你好。哦，上锁了，门打不开。哎，我快把这房间逛完了，哎，逛到二楼了。你该你去打他开刀，虽然来到二楼，打雷某一那一晚内，好像谁都不在。やっぱりさっき聞こえた声みたいの、あ、聞き間違えたのかな？果然，刚刚听到的声音是听错了吧？この家、啊，总觉得这个家做的好像雨跟一样呢。那、啊，啊，居然家里有门线，还是早点调查，早点回家好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往前走呢？你根本是喜憨儿啊！哦哟，没事，就是门哦，洗澡间，太好了，我等这游戏等好久了。啊，所以呢？哎，要把水放掉吗？水放掉怎么洗澡啊？莫名其妙，这游戏有没有搞错 ？Amber 安安，气死人了！好吧，放掉好了。一定有什么钥匙还是什么道具之类的。嘿，天凡，没有，我们很蠢啊！卡奇钥匙，得到了小钥匙。啊，包可以哪边的抽屉的钥匙？猫不猫，兔不兔，你这是 Q B 吧？有牙刷啊，镜子的东西没有什么，哎、欸，所以要上厕所是吧？哦，是。好，阿雅璇，你刚刚说鹿岛本，我就想到那个日本站务员。请问您的鹿宝是有还是没有的呢？靠，这房子也太大了吧！妈，这根本豪宅吧？我靠，弱肉强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弱的肉可以去吃东西啊！有三根蜡烛在烧着，有四根蜡烛，一支没有烧啊！有四根蜡烛在烧着，有四支蜡烛在烧着，有四支蜡烛在烧着，一支没有烧。所以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啊，有酒瓶，四支蜡烛烧着，四支烧着，一支不烧。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啊，都彼得兔哦，谜样生物的娃娃，名叫兔子，你是没见过兔子哦。哎，你好，好像很生气的表情。哦，你有看到左右的房间吗？没有，好，你先去看吧。哦。啊了，哎，他一搜哪哄呢？好了不起的书呢！好好，先把左右房间看一下好了。不过又是对称吧？烧肉定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边是弱肉强食，一边是烧肉定时？你有什么毛病没有啊？这边是盾牌哦，这边是变成那个油灯，四支蜡烛哦，应该是对称的概念之类吧。里面有满出来的酒，快满出来的酒，有一根蜡烛。好吧，看到烧肉定时我都有点饿了。一样生物的人偶，里面有的那个橘子的香味，有王座啊，国王大人的椅子呢，好像在哭呢。好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我们都看过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什么问题不？好，都看过了。那我就问你了，左边的房间有几个蛋糕？我怎么知道？四个吧。右边的房间挂轴写什么？烧肉便当、弱肉便当、烧肉定时。右边出口的剑没有。右边的雕像是什么？在哭。左边的蜡烛有几个？16个。啊，不正确，对了三个。喵。要去记有几个蛋糕、啊，蜡烛，哎、欸，那蜡烛没烧的算不算呢、啊？对，这样是三。哎、欸，蛋糕有几个、啊？欸、靠，没有蛋糕啊！
这蛋糕是零喽，敢骗我？这是金棒。啊，我说16回答15吗？这就是更没有蛋糕啊，林肯骗我。哎呀，4 3 7 7 11 10 14 14 17，哎、欸，差不多，你看我刚答的差不多，哎，恰恰好17，你看到没有？绝非浪得虚名。啊，题目会换，看看，这糟糕了，糟糕了！你是小学几年啊？这我知道，我是三年级。右边的房间的人偶从右边数来，第7个是什么颜色？你看这红色。左边的蛋糕几个零？右边的雕像是什么？哭。右边的剑几个零？哦耶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其实我刚记得很清楚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呀哒，妈妈，簡單だってか、だけどね，反正很简单嘛。没有没有看，解谜高手绝非浪得虚名，有没有？台北解谜小王子绝非浪得虚名。哎，对，我上面好像还有一个门没有进去，我去看一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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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身为一个 DA 还看攻略，哎，小东西，这个在这个抽屉，哎，地板看一脸破掉的，啊。Megado Punch， 百万重拳，再上去，要吗？看一下啊 ，Megado Punch， 啊，使用我的美卡顿之拳打坏他吧 ，Megado Punch， 一呆，好痛，再上去好了，虽然很可怕，但是站上去的话，亚达，太好了，我很轻，大家想表达什么？好吧，欸，隐藏门难道是忍者房子吗？进去吧。欸，什么都没有哦，使用了小钥匙，得到了银色的钥匙。啊，又近又遥远的恋爱什么意思？啊，来看一下故事。姆嘎西姆嘎西，很久以前。他卖萌而不是我卖萌，怪我咯。有 A 国跟 B 国这两个国，两国靠得很近啊，就是建筑友好的关系啊。那两国的国境附近也有一些少量的士兵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但是士兵之间关系都很好。每月一次啊，两边就是没有负责，就是没有在值班的卫兵们，还会一起开一个敦亲睦邻会啊，喝到天亮啊。然后呢啊，就是因为那场。那个喝酒会而认识的 A 国的卫兵 A 和 B 国的卫兵 B， 啊，两人情投意合啊，即使在的就是办酒会之外的场所，他们也会私自会面，啊，他们两个就恋爱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所以这两个卫兵是怎样？是等一下，卫兵一般都是男的吧？所以这两个人啊 ，BL 吗？两卫兵吗？啊，你看看你的长枪好坚硬啊，看来你的盾牌也是坚不可摧呀。就看看我的长枪是否能贯穿你的，我是指的是说武艺上的切磋，我怕你们误会了啊。总之两个人就陷入了恋爱。嗯，恋人的欲望わからないけど、その二人は幸せよね。啊，虽然我对恋爱不是很熟，但他们俩一定很幸福吧？啊，得到了记忆的碎片啊，又近又遥远的恋爱，好吧？我指的是武艺上的切磋，好吗？武艺的切磋，你们不要误会了。武艺的切磋是合情又合理的，好吗？他们俩居然都是个高手，高手之间一定会有武艺的切磋。所以我拿到了银色钥匙要干什么？我记得刚刚没有锁的门啊，某个房间的门，刚刚有锁上的门吗？别忘了，去看看吧。这里没来过啊，在这里放个箱子 ，Kininaru， 好在意啊！打开，
打开吧，哎、欸，喂，哪有猫什么嘛？哼，小屁，敢没喜憨儿？一直嘛得武功都讲那一碗哟，你要动到什么时候嘛？哦，哎、欸，马萨卡，不会吧？呀！一呆，妈呀大，好痛，讨厌死了！啊，掉到一楼了吗？嗯，算了，反正跟玄关很近，回家吧。你就这样回家哦，好了，也可以了。好，拜拜。嗯，虽然还不知道声音的真实身份，好，回家。啊，真的回家了，不要怀疑。啊，悠悠啊，就这样回家了。这种时候才是该回家好吗？还晃，啊！从空家听到的声音啊的真面目 ，KQKU Nanda Danoka， 结论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总之啊，隔天班上们问啊，我就跟他们说啊，就说回家了啊，就说逛到一半就回来了。虽然班上男子们啊就是有点瞧不起，但是反正啊，过一混整之后啊就腻了啊，就是说问一问也就腻了，就开始玩别的东西了吧。至于啊，关于那个家的传闻啊，到下个礼拜就完全都没了呢。So stay， 就这样子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，日常就这样继续下去喽。对，未来が見えたから、やめておこう啊，看到了这样的未来呢，还是不要好了。靠腰，结果不行。哎，木零三五二四，哎 ，Thank you for following， 谢谢追随啊。所以你看到这样未来不行，是不是？哦，不行，我坚持要回家，还有未来事。不能这样的未来，好，这还是得继续就对了。还有未来事吗？他修鲁可呢？哦，这里有。哦，有一个奇怪的门，哦、还有柜子，没有什么在意的东西。衣架，啊、哦，这里是什么？哦，有一个挂在墙壁上的板子，这个，嗯，确实有个名字吧？啊，木板，啊 ，kidameta， 放弃了，啊，得到了 sunoko， 哦，所以这挂板的意思叫 sunoko 咯。很坚固的板子，一个人站上去，一百个人站上去也没问题哟、哦。啊，是吗？开玩笑，谁知道呢？所以要在这边放个木板就可以走了吧？花筒好像是不需要用的，他自己用的样子。啊，把刚刚的木板放上去吧。动呀，好了，可瓦拉奈有呢，不会坏吧？都呀，干嘛这小萝莉子卖萌可耻？我、哦、看来应该快破关了，是不是？声はこの部屋のどこから聞こえているわね？好像从这边听到的，哦，一定是从马桶传出来的，给你保证。啊，哎，会不会从这边听到的哭声呢？欧巴克当打完伊奈伊梦，才不会有怪物呢，一定是这里住的人的。でも普通こんなところに入るかしら？但是正常来说会有人吗？而且这边明明是空家，应该都不会有人住才对啊。哎，门打开了，哇！哎，摩奇口，哎，出现了麻薯子，哇！あれ？あれ？確かそばのクラスのクロスコス，哎，英婷怎么样的？你是隔壁班的英婷。そう啊，サクラボ哦，そうだよ。サクラボモチコ啊，我是英婷モチコ哦，就是他哦，英婷麻薯子啊，モチコ的用的呢，那叫我麻薯子吧。呀，巴里索嘎，果然没错呢啊！虽然班级不同啊，没说过话，但是确实我有看过呢。
ごめんなさい。あなたはも、あ、もちこのことを思えてくれたのに。あ、对不起哦，虽然你记得麻叔子，可是麻叔子不知道你是谁呢。そう、私は鹿島由衣。啊，我是香岛由衣。啊，你怎么喜欢叫就怎么叫吧。じゃあ鹿島だから、あ、鹿ちゃん。啊，你就叫鹿ちゃん吧。喂。呀呀，それじゃ妈妈都用不得みたいよし。不要了，这样好像叫成妈妈一样了。君に呼んでいいって言ったのに、是你自己说怎么叫都好啊。そんなことより、ここで何したの？啊，比起这个，你在这干嘛？かくれんぼ、捉迷藏。等等，你是捉迷藏捉到哪？可以捉到这边呢？啊，就因为这样啊，你的哭声都跑到外面去喽。啊，这样不就躲起来没用了？因为躲起来很怕嘛。为什么要躲起来呢？还没问呢。啊，ゆいちゃんこそ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るの？话说，ゆいちゃん，你才是，你怎么会在这边呢？我最近玩过角色在ゆい，没有呢，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啊，因为啊，我在外面啊，听到某个人的哭声啊，我才进来调查的啦。而且话说回来，也不会有人捉迷藏躲一整天吧？一体誰の聞こえなのだろう？到底是谁的哭声呢？昂打哟，安娜打哟，就你啦！妈，太酷！好啦，真是够了。总之，赶快出去吧，待在这边，要待到什么时候啦？对啊。话说回来，你捉迷藏是跟谁玩到这里啊？ゆいちゃん、ゆいちゃん、このテレビ大きいよ。ゆいちゃん、ゆいちゃん，你看这个电视好大。そうね，对啊，进房间的时候都没注意到呢。啊，因为太怕了。虽然有点怕了，桌上一个宝箱，啊，也是女子小学生，太棒了！看看她的能力 ，Mochiko， 麻薯子 ，Sakuraba Mochiko， 小学三年级，天真浪漫，啊，也有不为人知寂寞的一面。啊 ，Korewa， 这是，音乐盒呢？怎么了？なんでもないよ，没事。但我觉得音乐盒一定有鬼。这个啊，我刚过来是有个洞，我就拿地板把它塞住了。啊，壊れそうか怖いね，坏掉了好可怕呢。大丈夫よ，放心啊，这意外的很坚固呢。でも啊，但是啊，啊，ゆいちゃん你比较瘦嘛，你ゆいちゃん如果坐上去啊没事，但是モチコ我坐上去搞不好就会坏掉呢。哦 ，Utopia， 哦，有知道知道，这样讲有印象。啊，我是觉得我们体重没有差那么多啦，じゃあ。何キロ？你几公斤？ 25.3。 小学女生三年级 25.3 正常吗？我也不太确定，没什么概念。本当に真的吗？モチコ啊 24.2， 我比较轻。よかった，太好啦，モチコ不胖呢。 我也没有胖啊。箱子关上了，这箱子有什么？なんだろうね，有什么呢？那モチコちゃん開けてみたろ。那对了，有什么呢？モチコ要不要开开看呢？靠，根本趁机报复，这ユイ心机好重哦，ユイ心机超重的。いいの？可以吗？哎呀，好期待他的反应哦。開けこま，打开喽。哇！啊，出来了！哪里口的？哦，摩西罗伊呢？彪彪，什么嘛？好可爱哟，会跳来跳去的。啊嘞，那个塔诺西手，奇怪，他很开心。彪彪，
啊，回家了，走呀。这是不用不用啦，不是不用不用啦，为什么要不用不用？你们有什么毛病啊？啊，有谁在？欸，真的有谁在啊？不会吧？哦，有个大叔，妙都是想的，怎么了？莫吉科被那个人追着，欸，是吗？それでにげてまで，就一直逃到了这个家。木克瓦达纳，这样可麻烦了。那个人站在玄关过不去。ね、あの人は本当に悪い人なの？那人真的是个坏人吗？可以跟他沟通吗？でも、モチコのこと疲れててしたんだよ。但是他会把莫须狗给带走。そうか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就躲起来，你就是躲起来了，是吗？啊，可是他为了要讲莫吉口，搞不好会进来找呢。哦，那都懂啊，你给巴修瓦那库那都瓦内，这么一说就没有地方逃了呢。那我们找别的出口吧。找别的出口，找别的出口吧。好吧。又卖萌，你才卖萌，你全家都卖萌，气死我了。出口百万吨重拳那边吗？啊，这个房间啊，这个家里窗子不少呢，用窗子逃出去吧。哎，没有什么后门吗？这里很大，一定有后门，找找看吧。豆阿姨，虽然这么说，可是一般后门都在一楼吧？有没有别的一楼可以到一楼的地方呢？哦，有了，百万吨重拳那个地方。哎，小安安，卖色什么了？为什么要卖色呢？啊？哎，好，我们出去，我们这里出去。对啊，百万吨重拳的应该就 OK 了吧？这里吧，Mega 都 Punch。Soda，对了，把这个地板弄坏就可以下去喽。对了，那好吧，那把床打坏就交给 Yui 讲喽。我讨厌那个名字。Mega 都 Punch，百万重拳，嘿，好痛。呀，那我也来。Megadon Punch，百万重拳啊！可是 Mojico 不想伤到自己的手，可以加油好，加油好吗？因为我今天没有班啊，这两个人都坐上去好了。他刚刚那句话是什么？什么？Play 卡哦，地板破坏者的又一讲，他说地板破坏者，请不要给我那个名字，不够重呢。那我也来。再重一点就行了。有没有什么很大可以搬的东西呢？啊，会不会这房间有什么东西呢？找一下好了。没有东西，要找一个可以搬的重东西。什么重东西？马桶吧。洗衣机啊，里面没有内衣，粪便。搬浴缸好了，浴缸看起来就很重。开很久还没有大概20半个小时而已。还有一些洗发精，很重的东西哦。那边倒是东西不少啦。不就搬个浴缸就好了吗？女子小学生，那个石像吗？干石像看都搬不动吧。什么呢？重的东西，门口的爹，门口最好是爹啊！门口一个正直好青年，国王的椅子，那没有什么重的东西啊。重的东西，弱肉强食啊！甲库尼库尼吉库库，你会读汉字？
这么简单的会呀、啊？这个汉字才不简单呢！我也不知道我刚念对不对，我刚就随便一念而已。啊，对吼、哦，金块蛮重的，金块在哪里啊？我也记得有金块，金块，可是金块在哪里啊？我记得刚刚明有看到金块啊。干嘛推钢琴？推毛啊！推钢琴怎么可能推得动哦？烧肉定时啊！亚塞尼库伊修啊！哎、欸，你会读汉字啊？因为好吃，所以会读啊。这个汉字好吃吗？对，我也有印象有金块啊，金块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就在这边。哎、欸，抱歉。啊有了有了啊！拿这个，这应该很重吧？嗯，那拿吧。好重，总之拿一个吧。哎，没办法，我拿两个吧。啊，真不愧是又一脚，好有力。谁是怪力的？我没得打弄你，我明明是夸你的。得到了金棒棒，得到了金棒棒。啊，一只大概12.5公斤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又一脚说他拿了两只，两只是25公斤，也就是又一脚一个人可以拿。可以抱起一个跟自己一样重的东西，屁啦！那又一脚根本怪力吧？又一脚是怎么抱起一个25公斤？他自己才24公斤哎，他根本会坐在起不来吧？他真的是怪力，太扯了吧！那又一脚，那怪力妹啊，要不太神了吧？虽然拿起自己一样重的东西不是什么，不绝对是不行啦。你看举重都可以举200是没错啦。拿不完啦、啊、们这太扯了这。好，把金棒放上去啊，这样就会坏了吧，我们两个再上去吧。让 Megaton Punch。嘿，我用 Megaton Punch! 啊，不要打在棒子上手会痛。站上去吧。啊，一个人还不够，那我来。嗯，再一点就可以了。欸，而且想想看，仔细想想啊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下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知道，不是很危险吗？哎，跳一跳就坏了吧？哎哎哎，等等等等，如果这样子地板坏掉，哇！这样掉下去还是第二次的，哦，真是的，比古力西达呢，吓我一跳。哎，总之我们掉到一楼了，找别的出口吧。嗯。哦，这是这边武天啊，这什么盔甲骑士？你不怕吗？嗯，不怕啊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可是你想想看，他搞不好会动攻击我们呢。哎，受感呐，会吗？而且啊，前面是全关，再往前就有那个男人了呢。嗯，多嘞多嘞，哪里哪里？红灯啊，真的在呢。喂，这么远你看得到？啊，因为啊，我有非常清楚的眼神。摩吉摩吉艾斯，摩吉摩吉艾斯，麻薯冰，好好吃的样子。他其实摩吉摩吉是指他的名字的眼睛，然后变成麻薯冰，就是那个双关语啦。总之，快回去吧，你也很怕这个铠甲吧？乌鲁塞瓦内，吵死了，我才不怕。哦，这里一开始发光，一定有问题。大电视什么都没有，啊，有衣服啊，来打个阿鲁油，有那个打火机 ，Skyloon 敢拿，能用吗？哦，可以耶，啊，有火，嗯，总之可以派上用场，拿着吧，嗯，得到了，再打，啊，新闻报纸，新闻是7年前的，啊，好旧的报纸呢。嗯 ，Solide Tsumari， 也就是，嗯，这个如果说这个报纸是7年前的，那也就是说这个家就是7年前放到现在喽。那住这边的人去哪了呢？啊，
夏天容易看到的星座赵五十英，阿鲁代鲁啊，是最亮的恒星，夏季大三角，解释七夕的焰星，干我屁事。安德雷斯，最明亮的恒星，在夏天的南方的空间叫做赤星。迪布迪内布啊，迪内布跟贝卡是三大三角，夏季大三角，七夕的织机啊的那个织机，也就是它。波拉利斯，北极星。哦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有多垃圾啊？电灯坏了，有床。不要在大叔们的集会所了，你们在一个 DA 这么清纯正直的台，你们就一定要这样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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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ここは子供部屋かな？这是小孩房。そうね。干嘛啦？总觉得有不舒服的人偶。嗯，你说那个士兵人偶没有什么不舒服啊？啊，又近又遥远的恋爱。哦，就刚那两个士兵啊，那两个用盾牌跟长枪的士兵啊，他们两个人啊越来越友好了啊，才过了半年不到，就已经是周围们公认的被祝福的情侣了。可是啊，跟他们两个之间的恋爱正如反比。两国的关系啊，非常的开始恶化了，战争也即将开始。国境附近的士兵们也都行动了起来，当然再也不会开什么那个交流会了。而 A 跟 B 之间恐怕也再也联络不上了吧。而且啊，还因为这样子，因为跟敌国的士兵交往啊，因为这个理由而受到了迫害。但是他们两个倒没有这么想，他们想的是战争总有一日会结束，总有一天一定可以恢复到像以前那个样子的。しかし，可是啊，无论过了一年，过了两年，战争都不像要结束的样子，他们两个还是见不到面。然后差不多在同一段时间，他们两个下了个决心。之后怎么了？好在意，咕咕哩啊，得到了一个啊记忆的碎片。有窗子，这边可以出去吧？可是生锈了，打不开。モチコ知ってる？モチコ知道哦，因为啊，在窗子的水滴会附着变成那个露水。ケツ？啊，ケツじゃなくて，还不是ケツ呢，是露水。哦，ケツルね，啊，ケツル，有呢。啊，然后啊，因为露水的错，所以它会把锁的地方沾上水分，然后就会生锈了哦。そうね、そんなところね。对啊，也有这种事呢。你根本不懂吧？装什么懂？啊，有好多的扫除道具。然后话说回来，这种时候你解释这个想表达什么？跟马后炮大师啊，看看这个。この子持っていこう，拿着这个一起走吧。擅自拿不好吧？你会被诅咒的。嗯，才不会呢。啊，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寂寞。そうかしら。あれ？是吗？お願い、放心吧，我会负起责任养大他的。哎，人偶有什么好养不养的？随便你啦，你要拿就拿吧。嗯，ありがとう，谢谢。得到了卫兵人偶，红色，搞定。啊，哎，猫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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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喵，逃跑了，去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在废墟里面有猫？啊，为什么重点是那只猫走了之后你还要去追它？这两个人脑子是不是有洞啊？啊，猫又走了，猫到底去哪了？等等等等，居然追猫是很可爱啦。不过啊，对了，啊，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那个猫猫我也看到了，而且它马上就跑了。可以看见我啊，可能搞不好通灵，搞不好我们的麻叔子有通灵呢。Neko da，猫咪呀，好像有点怀念呢。啊，莫吉口也很怀念哦。小猫猫，我家猫猫不是黑的。啊啦，伊奈不在呢。嗯，一定躲到哪了？啊，一定躲在这里啊，不用想啊。那已经躲到暴食里了。嘿，躲到这里了。嘿，躲到垃圾桶了。啊，躲这里吧。靠，房子就这么大，你能躲哪里呀？对呀，我都
都找过了、啊，在哪里？我连一只猫都找不到。哎，有了啊！这个床底下好可疑啊，太暗了看不到。哦，出来了，一大有了。嘘，小声点，他又跑喽。揍打。对了，我有糖果。猫不会吃，猫会吃糖果吗？わかんないけど啊，我也不知道，试试看吧。啊，モチコ就把糖果啊饼干放到了脚边。哦。猫咪啊，很紧张的啊，吃着吃着啊，这个饼干，哎，洋芋片安，卡哇伊，好可爱，よ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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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乖好乖，啊，モチコロンさんかな，モチコロン，他叫モチコロン，啊，哎，他有项圈呢，为什么会拿这个呢？啊。啊，阿洛，其实这不是项圈，这是皮带呢。为什么你会拿着皮带？啊，修旧の楽しみやつだな，知道的意思。啊，猫咪殿下走了，吃饱了就去玩了吧。啊，出会いがあれば，啊，就是说好不容易见面就走了呢。那人长大就是这样吧。考你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生，你在这边感叹什么？啊，相手は人じゃなくて猫だけどね。不过对方不是人，是猫啦。为什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生可以这么发出这么感慨的事情？我小学三年级应该屁事都不会做吧？哎，猫在哪里？哎，又走了。啊，我要，他是意思是说叫我跟上去吧。でも、あっちには那边有。啊，不可以去那边。喂，那只猫干嘛？那个人被猫给吸引走了，现在赶快出去。さすがに、それは無理だと思う。啊，真不愧。不过我觉得不行呢。啊，因为太近了会被发现吧，而且玄关门打开很大声呢。先躲到这个房间好了。好吧，也好，只好这样咯。哦，刚刚的人偶一看好像是一样的呢。でも色が違うね，但是颜色不一样啊。モチコ知道哦，这个叫二批色啊。よくあるやつね，真有那种事呢。哪里有，你不要卡啦，什么二批色嘛。モチコ怎么老说一些奇怪的话？你不懂，我发现这个ユイ每次都不懂装懂，哎，真的是，你到底自尊心有多么强啊？超爱不懂装懂的。对了，放上去吧。太小。哇！哦，隐藏房间好厉害！对啊嘞，モチコちゃん，モチコ呢？他在干嘛？哎呀，没有啦，刚刚的冲击太大了。JS Rolling 的使用了那个小学女生回转。啊？また意味わからないこと言うてる。どうしよう。又在说一些奇怪的事情了，随便，算了。J.S. 罗琳是什么啦？还 J.K. 罗琳呢？小学女生滚动。哈气口宝箱，有地下室。哎，妻子讲错了，叫什么宝箱？地下室啊，可以下去吧？完了。有书啊，有了，又近又遥远的恋爱三，在开战五年后啊，缔结了停战协约。啊，在这个时间点啊，可以回复到以前的友好关系吧？啊，所以他们就开始了。那国际之间的交流也正常啊，也可以开始自由移动了。可是啊 ，A 或者是 B 都没有去另外一边，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成为了战争的牺牲者。卫兵 A 在开战三年后担任了特工队。特工队也就是冲进对方国境非常危险的任务，因为很少有人要去。另一方面呢，卫兵 B 啊也同时担任了最前线的守备队，也是非常危险的。
的职位因此马上就被采用了。他们两个之所以会选择这么危险的任务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想要看到对方。卫兵 A 冲进了国境里，在那边等着的是卫兵 B 所在的守备队。就这样，他们两个相距三年的再会就这样结束了。他们两个对于心中啊能够再会是非常的高兴，可是呢，这段时间没有多久，因为攻击是卫兵 A 的负责任，而成为一个兽呢，就是卫兵 B 守备队的责任啊。他们两个战到了最后，就这样死去。不过他们死去的脸庞啊，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欣慰啊。身为啊邻国的同伴们啊，因为没有办法见到面，三年非常的痛苦。就算成为了敌人，能够再会，也是打从心底高兴吧。至少在死的那一瞬间，他们两个是死在同样的时间也好。死去的两人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啊，在不同的关系，但是他们在天国啊，应该可以很开心的住在一起吧。狗男都得奶哟，嗯，怎么有这种故事嘛？啊，因为啊，他们也不知道战争才会结束啊，没办法等嘛。气斗，一定刚刚那两个卫兵人偶就是故事两个人的人偶。哎，怎么啦？哎，等一下，不对啊！可是刚刚的卫兵人偶两个都是男的啊。斗胆呢？对啊。哎。男人之间也可以恋爱，希拉那嘎达，我都不知道哎。啊，优以他还没有发现，在这个时候，优以第一次踏进了 BL 的世界，啊，得到了记忆的碎片，又近又遥远的啊！不要在这种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旁白啦，有没有搞错啦？话说他踏不踏进 BL 世界，我不是那么在意好吗？有一个画的花，打开了，哦，接到这里了。好暗，这个房间好像没什么光，真的好暗。摸几摸几 ，eyes demo， 有苦眠 night， 摸几摸几只眼也看不太到呢。那、啊、话说回来，为什么会有地下呢？啊，应该是紧急时候的离开口吧。嗯，要做成地下通路吗？确实。对了，总之你说刚刚那个男人在追你，你认识他吗？嗯，喜来奈由不知道呢。只是在来家之前被他看到了，哎，在他家看到，哎，在 Mojiko 你的家，Mojiko 讲他的故事 ，Mojiko 的家啊，除了 Mojiko 以外，还有。